愉快少年是下半场的竞演，最受欢迎的作品可以获得最佳独唱金曲的殊荣。学生歌好温功课，不要自作多情去做梦，留住青春的一生，找不到坚强的理由。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，观众选择金曲，千千阙歌。马上呢要进行的是我们下半场的竞演，男女两队，每队会派出四首歌曲，四轮一v一的对决，有请金曲对决双方。今晚呢，我们还请了两位非常重量级的拉票嘉宾，欢迎两队的队长。Hello， 那一年我们男歌手队的林子祥大哥也有歌入围啊，好厉害的。我们家的莎莉姐姐她更厉害啊，她是拿金曲进掌。我发现原来两队队长这种拉票的方式像小朋友吵架是不是？哪个作品更有生命力，更能够生生不息，请选择。真的假的？下半场见，即将开始，各位敬请期待。